人有一个梦想，梦想岂止得想，要想要做先有机会梦想成真，用行动去实践，要跌低起身，跌低再起身，再跌低再起身，凭着信念坚持一步一步去实践。香港有一班专业的运动员，亦有一班专心实践梦想的饮食匠人，你我都可以支持，发现本地香港饮食匠人，支持我们的梦想。完。